有 VR， 欢迎你来南部度假，但是告诉你，我们南部都给放木栅。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有小朋友来这场表演，他不适合看，但 VR 的例外，反正他整段你也都只听到阿姆斯特丹。哇，我今天是洛克邀请我，我才来这，这里怎么有条红色的狗脖子是白色？说你是那台歌，真的他妈太扯。记得上次我们还一起休息在爱河，你干嘛站在那里讲我的坏话？你不知道我现在上台像是拍了外挂，他妈到底想怎样？我声音开始变，现在我变魔术把你变不见。Oh shit！ 要，我上台呛着他妈他发抖，看他背后，我今天要来杀杀手。Whoa， 他刚刚唱了一首过去式，明年今天还要来这里来帮他过忌日。Whoa， 来到南部吃苦的绝对是 VR。我大家暗时拢偷偷啊用打一起来动一起的。Whoa， 他穿得很红，以为很 fashion， 但他上个月在团上被电被缺爱。要去买个那保险套，找个女生想追她，你像是遥远号，而他妈就是这样闹，现在开始闹，现在不知道，我现在脑袋开始开始笑 ，Yeah， 可笑我们是朋友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认识你了很久，你的书柜可以找我当个嘉宾，我现在先有想到你长像个哑女，我像是对上茶米，当我朋友，我们握个手，感觉有点久，现在时间过得有点久，感觉你的 flow 有点久，到底你现在还有没有救？各位观众，这里有狗，怎么会有人跟人握手用左手？我不知道现在你有多久，你问我他妈打手枪都用左手。真的很强，现在我直接把你都放在冰上冷藏过。他知道我躲在那派出所，但是要那别动，他们都派出我。不知道我们佩戴什么东西在处罚，直到警察都拿走了手枪。哇，你说那些根本就没人去在意，今天饶舌歌手不可能输给 T 大义。他真的太屌，他呛我外表，说我 flow 太老，但我是高雄代表。他以为南部都没有人会 battle。前没办，你以为没对手？你讲话太像像是明星的 CO2， 你以为你是个他妈的基友股？他是在那边抢。你现在的资格已经飞到天上，他怎样我不知道，还有什么道理？不知道在我的面前你说老几，为什么要被动消费？我现在感觉时间有点久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现在你讲话有点浮躁。讲话真的他妈有点无聊，还是我要回去他妈听个无聊？你已经过气，你他妈真的过气。然后他说我讲话有点浮躁，但我 flow 太逗，就像是毒药。他跟我说跟我们讲话都不用客套，但他讲话手一直抖一直抖，好像嗑药。看我裤子太垮，但他裤子穿成这样，到底有没有带把？B R 你在哪？你讲的太快，没人听得懂，赶快回去。他是新生代的代表，代表 Navy。怎么会没干过？昨天那是你妈死的嘴巴的里面，他直接在喊出，他觉得我射他的脸真的蛮酷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射他满脸，感觉现在我不想再开始冒险。你才是我的他妈哈巴狗，妈的懒得跟你玩这场八八九加加。你根本没渣，你根本没渣，因为每天他爱的马子都不要陪他，他射他满脸，他射他满脸，但是昨天晚上我他妈弄得他满嘴。我上次好像陪你马子去产检，他说这个小孩他长得有点丑，不要生他，他只把他拿来过，但我该怎么过？要看柯肖从底层往上想要翻身，他一直在那边追我马子，但我单身。要总有天我的名字会往上 ，All the way up， 到那天所有报纸杂志会刊登。他来到这里说他都不要 battle，
他今天怕遇到可怕的对手。不想背后会是你，遇到可怕的对手，那绝对不是你，就是你。可能是寒生，可能是那熊仔，他没来，他可能那里做你功课，发的发哥一带一直就像是过冬。哎呦喂，买家，你到底来这里干嘛？我今天绝对干掉所有 MC 包括你，他现在想输我的叫为买家来救你。DJ DJ 停一下，好，我们今天没有料到火药味会变这么重，对，因为 BR 今天穿错衣服，然后背上写那个 Killer 嘛，所以好啦，你冷静一点，好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两个握个手啊，握个手，好，我们今天火药味不要那么重，我们只是要来送 CD 跟帽子而已嘛。